啊，快了吧？哎呀，别急呀，生孩子是急不得的，你安心的等着。怎么样啊？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小家伙动得好厉害，大概就要生了。什么味道啊？好香啊！柳妈，我好像快要生了呀。柳妈，怎么样了？恭喜你，是位公子啊！真的，太好了！见内呢？母子平安。列祖列宗保佑，我们卢家总算有后了。阿弥陀佛，深夜打扰，请施主见谅。师父太客气了，两位深夜到此，不知我们是为施主新生的灵儿送名字来的。送名字？哎，我儿子刚生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我们是应大事因缘而来，我儿子跟佛名有缘。两位师父要送给我儿子什么名字啊？上慧下能。慧能？哎，你们为什么要送给他这个名字啊？慧者施惠众生，能者能弘扬佛法。施惠众生，弘扬佛法。哎，那我儿子将来不是要出家了吗？令郎必然与我佛有缘。卢相公，快来看小公子吧。卢相公，来，轻点。哎，你看多可爱啊，你看小公子多乖呀。哦，慧能，这难道是天意？受伤了，鸟鸟它不飞了耶。鸟鸟它死了。爹，你要救它。爹，你一定要救它了。好，我救它。这孩子从小慈悲心特别强，看样子他真的是佛门弟子。来，吃药了。你不用再麻烦了，我知道我这个病是没救了。你自己不想好，就算有大罗金丹也治不好你。我想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想把慧能的事给你做个交代。我不要听。不要这个样子，难道你要让我在九泉之下度不安吗？你忍心让慧能出家，让陆家断了后吗？他真的跟佛门有缘，你又怎么能留住他？我这场病我已看开，生死有命，一切不能强求，顺其自然。佛君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嘛。慧能，不要顽皮了，小心摔着了。娘，我可以去砍柴玩吗？
可以啊，只要你拿得动斧头，你就去吧。娘，我上山打柴去了。小心点儿，早去早回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大叔，闺女，这次又送多少斤来？50斤，一共800多斤了。闺女，要不要把柴火钱领回去？现在家里不急着用钱，先存在您这儿。你看这个柱子对不对？大叔，您又取笑我了。您明知道我不识字的。大叔年纪大了，记不清那么多了。大叔，我把柴火送到后面去。哎，好。云何菩萨庄严佛土毗毗也，世尊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亦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、摩诃萨，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，员外。小兄弟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对不起，我打扰您了。我是想问问员外，刚才所念的是不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？你怎么会懂这个？你告诉我你不识字的，怎么会懂金刚经文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听到这些经文心里就特别智慧涌现。员外，这是什么经的经文呢？是金刚经。金刚经？我要到哪儿才能读到金刚经？我是从黄梅东禅寺听五祖弘忍大师说法得来的经文。我也想去听五祖说法。我赞同你去。五祖曾说，凡是能持诵这全部金刚经，就可以见性成佛。你虽然不识字，却了解经文的含义而有所感，想必你跟佛门有缘吧。我要去见五祖。娘，明天就要动身出远门了，今天还不早点去睡？我想了半天，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呢，我决定不走了。孩子，你爹跟我说过，凡事不可强求。从你生下那天起，你就跟佛门有缘了，当年你的名字也是两位师父送来的，今天又让你听见《金刚经》而心动，这是你随顺因缘的时候了。可是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呀。你有什么放心不下？我现在身子还硬朗得很，你又在各家各府积下了不少柴火钱，足够我过日子的了。娘，你真的愿意我去学佛法？娘会求上天保佑你早日得到。娘。白鹤亮翅，马步要站好，听到没有？是二师兄。来，我练练给你们看看。二师兄，大师兄，慧敏，罗汉拳打得不错嘛。大师兄，您夸奖了。拳头打得好，也不可忘了功课，是要跟拳头打得一样好才行。早上师父讲的经，你都懂了吗？大师兄，说实在的，还不太懂。你呀，成天耍拳弄脚，拳脚再好，也是一个臭皮囊。我们成佛是用真心成。大师兄教训的是，我就把师父今天讲的课再跟你们讲一遍。都来吧。是。师父，阿弥陀佛。新州张员外介绍我来见弘忍大师的。你要见住持，请随小僧来。你是哪里人啊？
来接我想要什么？弟子是岭南南海人，名叫卢慧能，远道而来，只想请大师教以成佛之道。岭南人，那么是个蛮子喽，蛮子也想成佛？大师，人会有南北的差别，佛性却不会有南北之分，都是一样的。蛮子的形体外貌跟大师不同，可是佛性不会有任何不同的。很好，你就先到草房工作吧。大师，弟子常常会心生智慧，而且觉得这些智慧是由自性显现，只要大师收留弟子，时常教导弟子，无论要弟子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看不出你的根性还不错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谢谢大师收容。开始吧。哦，这样才不行的，腰要多用点力。哦，慧能啊，你身体太轻，不够重，得吃胖点才行。胖点？师傅在食堂等你啊。哦，师傅。嗯，你来这里有多久了？已经有八个多月了。你做这些粗活苦不苦啊？弟子以心易物而不以物易心，所以不觉得辛苦。你很有慧根，悟性又强，我怕别人会嫉妒你，对你不利，所以我很少跟你说话。你明白我的用心吗？弟子明白，所以弟子不敢到大殿走动，就是怕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你明白就好。师父，弟子还有个问题呢，请师父开示。说吧。请问师父，何谓无生法忍之究竟？无生法忍，无法忍，破除了我执法执，归向中道，不退转境界，非善非恶，无念无无念。你能够提出这个问题，证明你已经参透了出关重关两个关口。如果你能体悟不生不灭的境界，那就冲过了第三关老关了，也就大彻大悟了。你明白吗？弟子明白了。慧明，才一炷香的时间你都坐不定，这么烦躁。大师兄，我们一定要坐禅吗？我是越来越难受了。师父不是说过修禅不一定要坐禅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悟道吗？没错，师父是这样讲过，不过那是对慧根性强的人，像你我这样资质的人，只有用坐禅的方法才能帮助我们除去心中杂念，寻求到真性自我。不用坐禅的方法，根本见不到自信。不要再心生妄想了，好好禅坐吧。是。世人从来看不破生死一事，荣生爱死自古皆然。你们在这里跟着我学法，说是要求自己的福田，可是没有人能脱离生死的苦海。自信被迷住了，还有什么福德可以救你们呢？你们大家各自反省一下，看看你们自己的智慧，
用你们真正的本性关照，做一道祭语拿来给我看看，看看谁真的悟透，我就把祖师的心法跟衣钵传授给谁，作为第六代祖。这一道祭语要尽快的做来，切记一切禅的真髓不在枯木寒饮、槁木死灰，一定要运用思想才能发挥智慧。大师兄，今天师父宣布的事情我已经和师兄弟们都商量过了。商量什么？是这样，在咱们师兄弟里面，您对佛法的研究最深，造诣最高。哪里的话，也不见得，修行在个人嘛。不，师兄弟们都认为要做这道寄语只有大师兄才做得出来，还是请大师兄做一道寄语呈给师父看。这不太好吧？师父要我们每个人都做。哎呀，大师兄您就帮帮忙好不好？您想凭我们这几块料能做什么寄语吗？哎，大师兄，我想这道寄语您心里已经有数了吧？有是有了，不过就我一个人做寄语给师父，我恐怕别人会误会我想争师祖的衣钵。没那事儿，谁敢那样说大师兄，我慧明第一个不饶他。而且除了大师兄以外，全寺上下没有人够格做出这道寄语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寄语我是一定要做的，最好每位师兄弟们也做一道寄语给师父看。是，好，大师兄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嗯，您早点歇着吧，我们走了。走吧。师兄心中的境界太高了。是啊，由这次的寄语上来看，这第六代祖师传人非神秀师莫属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您看大师兄这首寄诵如何？很好，叫你大师兄来见我。是。你们好好依照这首寄诵去修持吧。是。南郎的宋词是你写的吗？是的，我是想用这首寄诵求师父慈悲，指点出我这些年里修得了多少智慧。嗯，寄诵的本意很好，可是你还是没有能够见到真如本性，也就是说你还没有能够真正的入门，这样的见知恐怕很难达到你修寻无上菩提的境界。师父，那我欠缺的是什么？无上菩提须得言下是自本性，见自本性，不生不灭，也就是说你还没有能够真正的完全了解自信。神秀，了解别人是聪明，看清自己才是智者啊。你再回去想一想，看看能不能有所悟，如果你能够悟法入门，你也就能够接掌我的衣钵了。真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三位师兄，请问刚才你们念的是什么经文呢？嗯，南蛮子，我告诉你吧，
这是神秀大师兄在南廊提的一首偈颂，怎么样，意境高深吧？不知道师兄能不能带我去拜读拜读这首偈颂呢？南廊就在大雄宝殿的后面，你不会自己去啊？我能读到如此精妙的偈颂，真是不虚此生啊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因为我不认识字，你能不能把墙上的偈颂念给我听？可以啊。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我又想到了一首偈颂，你能不能帮我写一写？你一个大字都不认识，还让我写偈颂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算了吧。兄台，请恕我直说，佛门弟子想学无上正觉，先要做到不可轻视初学，须知世上的事并非一定，往往下下等的人却有上上等的智慧，同样上上等的人也有埋没他智慧的时候。如果学佛者任意轻视他人，因轻慢故，就种下广大无边的罪过。刚才是我失言，让我来替你写吧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大师日后得法，请先来度我。不该。偈颂意境如何？比大师兄做得好还是坏？神秀，你自己认为呢？弟子愚昧，还请师父评断。我不评断，我只告诉你们，这首偈颂也没有看到佛性，不值得你们大家传颂。慧敏，把它擦掉。是。师父，你捆着腰是有多久了？从到草房就捆了。不觉得辛苦吗？习惯了，不加腰时我重量不够，会耽误舂米的工作。很好，为了工作不惜劳苦身躯，若为佛法，定然也可以舍却皮囊了。这些米泥都冲好了吗？米是冲好了，不过有些沙石谷皮需要用筛子筛过。说得好，米要筛过才是精米。人呢？人已经在等着师父印证了。受到了，很好，我现在就为你开示禅宗的正法演藏。
师父的开示我谨记在心。由现在起，你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师，广度众生，弘扬正法，让佛法永世不朽。来，师父，《金刚经》上既然已经说过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为什么我们还要有衣钵呢？问得好。当年达摩祖师传法给二祖慧可法师的时候，许多人都不相信，不知道禅宗内法是心传心的秘法，外法采用衣钵来作为传法的信物，让凡人见到衣钵就想到师承，由想而信。弟子会好好保有这个衣钵。不，世俗之人永远不会了解衣钵的真正含义，只会争权夺利的取得衣钵，争到名位。所以这份衣钵，我希望只传到你为止，以后别再传了。是。现在心法我已经传给你了，我送你出寺。师父，还是我来摇橹吧。不，现在是我渡你，该我摇橹啊。一时失渡，勿须自渡。现在我已经开悟了，我还是自渡吧。哎。你不但要度你自己，还要广度有情，今后弘扬佛法的担子就由你一个人挑了。你虽然已经悟得自信，但是不要急于弘法，要知道禅宗顿悟法门不是一般人轻易就能接受的。是。临别之时，我有一首偈颂要送给你。谢师父。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弟子会长期在心。嗯，去吧。弟子告辞。你这一去，前途有多少艰辛困苦，但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我传给慧能氏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了。你问过师父，那他为什么把衣钵传给那个男子呢？我没有问过师父，不过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才不相信有什么道理呢。我想一定是那个男子用什么邪法蒙住了师父，骗走了衣钵。我要去把衣钵夺回来。对，去把衣钵拿回来。各位师弟，除了衣钵以外还有本门心法呢，若非师父所传，一般人又如何能够巧取豪夺呢？大师兄，你才是真正该继承衣钵的人，你给人家这口气吗？我相信师父的安排。你信？我不信。我一定要去把衣钵夺回来。师弟，我们去拿衣钵。走。慧能，如果你无缘保有衣钵，那就证明你不如我，这由天意来决定吧。你们从大路去追，我上小路去捡他。把你所偷的衣钵交出来。衣钵是师父交给我的。少在那里狡辩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非要把衣钵交出来不可。师父传给我的不止衣钵，还有心法。如果你自认为你能误解师父传授的心法，衣钵你就拿去吧。
还不相信你得了什么心法？你不信我，就是不尊重师父，不敬师者，天谴。菩提自信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尘佛。慧敏，佛法随缘，不可强求。好，你说你得了师父的心法，那你说说看，只要你能说服我，我就不动这份衣钵。心中只要排除一切尘缘妄念，不思一切善，不思一切恶，先能控制自己的心念，因为万法原本就是在自性里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么祖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密语密意又怎么解说？任何的密语密意就是求了解自性的本心，等你了解自性本心，心中佛性彰显，你就是佛，佛就是你，这个是没有分别的。承蒙指点，使我茅塞顿开。你往哪里走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是不是想夺衣钵？慧明相信你那鬼话，我可不信。听你说话毫无修佛的心意，你们要衣钵干什么？告诉你，谁有衣钵，谁就能掌理东禅寺的庙产。我们可不愿意这白花花的银子让你带走了。如果你们是为修佛，我还可以把衣钵交给你们，可是你们这种贪欲之心，我只有誓死保护衣钵了。不交衣钵，我就要你脑袋。哪里走？木头啊，你看那个人该不该留下来？各位，我赞成熊飞的意见，不能让那个人留下来啊。哎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送他下山。熊飞，现在这个人受了重伤，你们居然要把他给送走，哼，不是叫他去送死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他的死活关我屁事，我担心的是我们猎人队大家的安危。再说吧，这个人说不定是马贼派来的眼线。是啊，熊哥说的对，是有这种可能。熊飞，你尽管煽火好了。依照猎人队的规矩，这个人是我的猎物，是我的东西，你们谁也不能动，谁也别想动。既然你提到规矩，你应该记得还有一条规矩，
是对大家危险的猎物，可以用决斗来决定怎么处置它。你，翠姑娘，现在我向你挑战。翠翠，不要带他。你是个大男人，找一个女孩子挑战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他可以不答应，只要有人替他应战就可以了。好，让我替我女儿跟你决斗。爹，我自己来解决这件事。随便你们哪样，来吧。对呀、啊，要决斗就来呀、啊，不敢决斗就把他交出来。对呀、啊，爹，我们周家男孩女孩是一样的，你放心吧。人不是兽，你们不觉得应该等沈头头回来再决定怎么办吗？王伟，你想插手是不是？我只觉得人跟兽不一样。好，把你刀捡起来。是男人就把刀捡起来。哎哎，不要打了，沈头头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好像气氛有点不太对呀、啊。沈头头，发生了一点事情，就等你回来解决。情况如何？脉象还算稳定，大致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嗯，那就好。等他一醒过来，我就问他是要走还是要留。猎人队的规矩不能破，如果他要留下来，就要出份力量。这点我会告诉他。他是什么来路？从救他那个时候起，他就一直都昏迷不醒。嗯，等他醒了，让他自己来决定去留吧。时时都在跟野兽以命相搏，正是常见生死的所在。而我正巧被他们所救，莫非这是天意要我在这里了悟生死之理吗？慧能啊，慧能，你在那儿犯什么愣啊？快点洗啊，他们马上就回来了，快点啊！哦，好。慧能，把这俩兔子给宰了，晚上给他们夹菜啊。喜欢吃熏肉，你偏偏煮了一大锅熏肉给我吃。好，你喜欢吃，我统统给你吃。哼，好，你喜欢吃熏肉，我给你一大锅。熊飞，你未免欺人太甚了你。哼，老子事你少管。姑奶奶，我就是看不顺眼，有什么老欺负他？这是老子他妈的事，你他妈能把老子怎么样？你开口他妈的，闭口他妈的，你嘴巴最好都放干净点，我告诉你。哎，你们又怎么了？头头，他这么欺负慧能。熊飞，我肚子饿了，你不让我吃饭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先给我回座去吧，大家吃饭了。吃饭吃饭吃饭，菜都快凉了，快快，今天饶了你，别打我了。熊大爷，你先回座去吧。哼，
会呢，把头发弄干净，地上收拾一下。哦。翠翠姑娘，卢慧能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你不再属于我了。你可以不再受熊飞的欺负，像个男子汉，跟他公平的对抗。对抗并不能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只有变得更加仇恨。所以我不想对抗熊飞。你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，在我们这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？我知道，但是我心目中的强者跟你不一样，只有平凡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平凡是强者？啊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浪花虽聚，但瞬间消失；山洪虽猛，但片刻无踪。岂能奈何大海群山毫发呢？我听不懂你的大道理，我只是要告诉你，如果你再不对抗熊飞的话，我真后悔为什么要救你回来。哼。发什么愣啊？你烦什么？不会每一件事都顺心的。爹，你现在讲的话怎么跟卢慧能越来越像了？因为爹看见你对他的照顾已经超过了我这个爹，所以想学学他，也让我们父女多亲近亲近啊。那你又取笑人家了啦？卢慧能人虽然不错，可是她并不是爹心目中的理想女婿。爹，你想到哪儿去了嘛？人家又没这个意思。没这个意思最好，而且爹也不希望你对她有任何意思。爹，你是不是认为她太懦弱了？也许她太懦弱了，也许她不是普通人。不管她是哪一种人，都不适合你。难道你觉得他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吗？慢慢的你就会明白了。哎，找了一个上午什么也没找到，来来坐下歇会儿。来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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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你好。你有没有觉得慧能有点怪怪的？怎么会呢？他好像有什么忌讳，他不吃肉。哎，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有一天吃饭的时候，我看见。多吃点啊。他把肉都给挑掉了。真有这回事？哎呦，骗你干什么？来，快吃。好，你熊哥，这可是咱们家传家之宝，你想不想要？当然想要了。你想要，只要你能让慧能吃块肉，玉就是你的了。哦，好。慧能兄啊，辛苦你了，煮了这么一大锅菜，来来来，吃块肉吧。熊哥，谢谢你，我这样很好。他妈的，
老子抬举你给这肉吃啊？怎么不给面子啊？吃！崔队，有沈头头在，你不要管。非吃下去不可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，怎么，这块玉你不想要了？啊？哎，慧能兄啊，你看这块玉有多美多好啊！你只要吃一口，这块玉就是我的了。所以我求求你啊，你吃一口，哎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啊！吃啊，吃啊，吃啊！哎，我求求你吃啊！哎，卢慧娜，你在消遣我？我这熊哥，你消消火嘛，我已经吃给你看了。你吃过了，你根本就没有吃，是狗吃的。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？我们都看见了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啊。你们都看见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狗吃了。你把我当傻瓜？当你们期待我吃肉的时候，每个人的心里都看到我吃肉的样子。哎，你在说些什么？人看到的一切都是心灵的景象。当你们要我吃肉的时候，我拿起肉来，你们已经在想我吃肉的样子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不是已经吃给你们看过了吗？他妈的，你少跟我胡说八道！熊飞，放开陆慧呢。我承认，我刚才在心里看到他吃肉了，难道你没看到吗？我。谢谢。我反对送卢慧能离开这里，这样子不但不能解决事情，反而让熊飞的气焰更嚣张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是熊飞是个小人，这样下去我们猎人队里迟早会出人命的。沈老弟，连你也没有把握治得住他吗？猎人队是大杂烩，大家为了需要才生存在一起，这行不过我干得久了一点才当上了头头，真是逼急了谁管得了谁呀？哼，我才不会向那个熊飞屈服呢。我相信啊，卢冠能也不会。又撞到一只了。哎，熊哥，你设的陷阱可是天下第一。什么天下第一啊？连个小小的卢慧能都赶不走，还算屁个天下第一啊？熊哥，你不要生闷气嘛。虽然现在有沈奎和翠翠给他撑腰啊，可是找的机会还是能把他赶走的。对呀，翠翠还不是在你熊哥手里吗？熊哥，我可是向着你的。你们两个少在这跟我说风凉话，想把我赶他弄走。他要是一天不走的话，老子一天不痛快。为什么你刻的每一具木像都没有脸孔？因为我不知道刻上谁的脸才是最合适，所以干脆让他们没脸。难道在你的心底就没有一个景象吗？你要我刻什么呢？神佛吗？庙里太多太多了，所以我不刻。美女嘛，再美的美女呢，也免不了明日黄花，白骨一堆。与其一样的人像感伤难过，不如不刻。圣贤嘛，古之圣贤我没见过，今之圣贤尚未见到。你说说看，刻谁呢？你很尊重你自己的刀，所以你应该用你自己的刀刻出自己的像。你求的是完美，那每一座像会随着你而有生命而更完美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懂这些道理？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了解你自己。
看什么？是那个鬼子啊！妈，熊哥啊，你也真是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俩真没出息，什么样没见过？走。熊飞，你真是无耻到家了！你居然敢带他们两人来看我！哼！看什么？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？我是来叫他们回去的。哼，敢做不敢当，谁会相信你的鬼话呢？哎呀，爱信不信随便你了。我才懒得看你了。你无耻！哎，哥、好啊，既然你说我看，老子就多看几眼，而且要看个清楚。你敢？老子没有什么不敢的。哎、臭娘们，给脸不要脸！熊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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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话好说，老子是不要你管。熊哥，你可以消气了吧？翠翠姑娘，我送你回去。我才不回去呢！三路子，没有你这王八蛋，也没这么多是是非非。今天老子要好好教训你，熊哥，你让周姑娘走，我任凭你处置。哎，你想让她去叫人来？你做梦，谁也不准走。周姑娘，你走，你快点。快点，快点，周姑娘，将你心头之恨，我肉身在此，任凭你处置。因为你这么说，就想让老子放过你，你做梦！慧能，慧能，慧能，走开！慧能，慧能，熊飞，我就再跟你算账！慧能。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人。住口！我不要你们再谈他。按照规矩，要是没有人道歉或是退出的话，这将是一场以死相见的决斗，你们不考虑一下吗？好吧，既然你们没有退出的意思，那就开始吧。杀他！为什么要阻止我？难道你忘了他对你做什么事情吗？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，就算你杀了他也于事无补。不，杀了他就永远不会有这种事情了。周姑娘，为了不让你受到伤害，我才现身拦阻他们的。如果救了你而你又去伤害他，岂不是辜负了我原来的本意吗？你这个人，再说打打杀杀能够了结怨恨吗？翠翠，算了吧。好，就看在你为了救我而受伤的份上，我饶他一死。哎，快，熊哥，哎，熊哥，轻点，轻点，熊哥，熊哥，你没事吧？哼，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，你给我记住，走。
好的锅了，哪有什么野菜？吃肉不行吗？找找看，也许有野菜。两位有什么事？慧能啊，熊飞想找你谈谈，谈谈和好的事。不管他谈什么事，我们去见他。走吧。就在前面。哦。到了，就这儿。哎，卢慧南，你找我来想谈什么？你过来再说啊。好。这就是你要跟我谈的事吗？不错，我不杀你，可是这片流沙会帮我除掉你。哎，你们来看什么？来，快走。哦哦哦。师父，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莫思向前，已过不可得。常思于后，念念圆明，自见本性。善恶虽殊，本性无二。去吧。谢师父。有人看见古风许良你们带混能出去，而你们三个人又是一组，现在他人已经不见了，你们怎么能说不知道呢？是谁看见了？谁说的？是我说的，是我看见的。我看你是老眼昏花，看错了吧？熊飞，你再敢对我爹说个不敬的字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就凭你，省着点吧。你翠翠，我来处理。哼，熊飞，将来要是让我查出来卢慧能失踪跟你们有关系，按照规矩，慧能回来喽！慧能回来喽！慧能，慧能，你怎么搞的？弄得全都是黄泥巴！是我不小心掉入泥坑里去了。你怎么会掉到泥坑里去呢？我采野菜啊。对不起啊，让大家担心了，是我自己迷了路，掉进泥坑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要对不起，快去洗干净。快快快。卢慧能，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？周姑娘这么晚了还没睡啊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说谎？你去采野菜，流沙区哪来的野菜？为什么你不说是熊飞害你的呢？人生在世应该避免烦恼，何必再自寻烦恼呢？卢慧能，你还算是男人吗？为什么你要那么怕熊飞呢？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怕。不是怕是什么？明明就是他把你害到流沙里去的，你居然连指告他你都不敢。就算我指告了他又能怎么样？我们之间的怨仇误会还是无法解开，只有从心里化解开误会才是上策。什么？你想叫熊飞改邪归正，简直是做梦。他的心是黑的。不，熊飞的心并不坏，只是被世俗的利益所蒙蔽。只要能替他拂去这层尘雾，他会是好人，是个好朋友的。你别满嘴的大道理，要是你再不对抗熊飞的话，迟早有一天他要坐在你的坟头上唱山歌的。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么胆小懦弱的人，我看错你了。
去弄个老虎来，过去看看。走。不要怕，我来放你。快上来，你快上来啊，不要怕，你快上来，快上来啊，快上来。你是前世做错事，所以才会投胎做畜生。前世不修今世修，记住千万不可伤人了，去吧。好不容易弄一只老虎，慧能怎么把它给放了呢？走，快回去告诉沈头头去。你承认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的？嗯。那你知道放生猎物是我们的大忌？听老高说过。既然知道，只好照规矩出行了。哼。卢慧能，依照猎人队规矩，你三天三夜还活着，放生之罪就此打消。走啊！你真是笨蛋，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。愿我佛保佑你。走了，我们回去了。走了。翠翠，走吧。炸！沈头头，来干一杯。来，那只鸡到底烤好了没有？差不多了呀，快来我看看。好吃呀。听话，老天爷，慧能能活得回来，我就再也不杀生了。翠翠。大叔，周大叔，你来遛马啊？我们是奉了熊哥的命令
看着慧能，怕会有野兽伤了他。哦，跑走啊，大叔！哎，大叔慢走啊！翠翠，睡觉去吧。那小子已经掉了三天两夜了，我看他恐怕熬不过今天晚上了。嗯，我就不相信他的命有多大。哎，你们都辛苦了，来喝杯热茶。不识字本性，学法无益，若识字本性，见字本性，即命丈夫天人师佛。谢师父，去吧。就是我的随身物，你们先去救受伤的人吧。好。哦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我的好朋友啊。啊，你有没有关系？还好，他走了。走吧，这个送给你。你看的是慧能，他怎么会是个光头和尚呢？慧能！王伟，你肯教我磕人像？磕什么？
我只想磕一个人。是我现出家乡弘法度众的时候了。明明是帆在动啊，风不动，帆怎么会动？所以是风动。风在哪？你看得见吗？看见的只是帆动。帆动是因为风动，风不动，帆也不会动的。明明只有帆在动，偏要说风动，你胡说八道。两位请听我说，这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帆动，是两位的心在动。行者所见即是，适才所说，是为悟道之语。不敢。心静自明，万众印染于心，所见风吹翻动，自然是心动。你怎么会知道这种言语呢？我是个学佛的人，听说五祖传人南来，是你吗？正是弟子，接受了弘忍师父的衣钵。请过目。各位，眼前这位行者就是承受五祖衣钵心法的传人六祖。行者已接受衣钵，就应现出家相，以便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。我就是为此而来。家的是我自己。为什么要出家？为普度众生。你出家父母准许了没有？准许了。好，心静下来，什么也别想，心里念佛。断除一切烦恼。第二道是修一切善法。第三道愿度一切众生。出家之德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念佛如是，礼佛常请，而今专请拜辞国王父母养育之恩，后不拜也。
今到替下娘生法，除却尘劳不净身，圆顶方袍增相见，法王座下佑天孙，礼佛三拜。师父三拜，一拜。本来是人人都有的，只是个人的心都被各种的欲念所迷住了，不能够自觉自悟，也就不能够自见自性。大师讲得太深奥了，我不懂。是吗？那我说段故事给你们听。昔年梁武帝见达摩祖师之时，曾经问过：朕建造庙宇，抄写佛经，广设斋会，更供养了许多比丘和比丘尼，究竟有多大功德呢？任何功德都没有，何至于全无一点功德？圣上执着有为，心存邪见，不是真正法性，建庙、布施、供斋，名为求福，但不可将这福报当作功德。什么才是真功德呢？所谓功德，是要自己静其志虑，空其实体，不着功德之想，然后才可以得功德。人由于贪、嗔、痴、慢等的作祟，淹没了波瑞大智，在付出的时候常盘算着要有多少回报，然而施财助人、造桥铺路只是修福德，与功德是完全不同的。连修佛多年的梁武帝都不免为欲念所痴迷，况且我们凡俗之人呢？所以我们更应该自己注意心性的调理、行为的磨练，而修养心性。烦请师父告诉我们二祖他断背求法的精神。二祖为向初祖达摩大师求法，曾在雪地跪了三天三夜。佛法的奥妙，其实你这一点点心意就能求得到吗？弟子志在求法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请求师父开示弟子。你究竟求什么呢？我的心已经茫无所寻，请师父帮我安心。你把心带来，让我为你安心。即使求心，我也得不到。既然是无心可取，又怎么说心绪扰乱你了？我已将你心安好了。谢谢师父开示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
现在有心学佛，张说。臣在。你看哪位法师可以为朕说法呀？回禀太后，眼前佛法大师首推惠安与神秀。张侍郎。臣在。照你这么说，应该请两位和尚入宫来供养喽。神秀法师跟惠安法师名震天下，如果能请入宫中供养的话，不但可以证明我大周天下崇尚佛法，得到百姓的支持，而且能使朝中百官就敬请意，从两位高僧那里得到启示。就照你说的去做吧。臣遵旨。参见陛下。神秀蒙召，参见陛下。赐座。谢座。谢陛下知遇之恩，但是贫僧德行不够，恐怕会让陛下失望。你说你德行不够，怎么会名闻天下呢？你太谦虚了。贫僧说的都是真话。陛下如果对佛法有兴趣，贫僧可以推荐一位得道大师。哦，在你口中还有悟道更深的法师，是谁？他是贫僧的师弟慧能禅师，他是五祖弘忍密父衣钵的传人。慧能，他人在哪里？在岭南曹溪宝灵寺。哦，既然你都这么推荐他，可想而知他一定是一位真的得道高僧了。那么薛简。臣在。你到岭南去把那位慧能禅师也请到宫中来供养。臣遵旨。大师是执意不肯进宫了。先师五祖曾经说过，我与南方有缘，所以我要谨遵遗命，弘法于南方。那我要如何回宫复命呢？大师为何笑而不答？你要我如何回答？修佛见性的道理并非一问一答之间能够悟明。那要如何才能修佛见性？我只能告诉你心法的要旨，对一切善恶都不去思量，自然会悟入清净心体，成名长吉，妙用无量。多谢大师指点。我知道大师不会贪图名利奉养，但是身为国师，不是更能弘扬佛法吗？弘法立圣是要因缘和合才行，有所为而为就成为落俗的妄想了。大师难道丝毫不怕圣上被拒而降对大师吗？这你不用怕，圣上能经神秀大师再派薛大人前来，必然是个有心之人。既然大师知道圣上有心，为什么不能指点圣上呢？指点只是给你一个方向而已，路仍然是你自己要走的。当年五祖传我心法，见悟非悟，知悟如修，但若非在猎人队中的磨练，又怎能得知不在困中岂能脱困，未曾有迷岂能有悟的道理？只有自己体会才能自悟明道。圣上能明白大师的指点吗？能明白我就不必进宫了，不能明白我进宫又有什么用呢？他体弱多病，自知在世时日无度，谢辞皇恩，请愿在山岭中起生，盼陛下赐准。他不来。哎，陛下。
启奏陛下，慧能胆敢狂妄自大，有辱天威，请即刻降旨缉拿治罪。很好。薛简，臣在。再跑一趟，你带朕好好谢谢禅师。不来即来，无法即法。朕受教了。今天召集各位来，我是要跟大家道别的，我就要离开人世间了。你们难过什么？修行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懂毁誉不动、哀乐不生的道理吗？看来只有神会悟到了佛法的真意。我灭度以后，艺术修行就好像我在世日一样，倘若违背我的教法，纵使我在这世间也是没有用处。五祖曾经说过，衣钵不再穿了。那么师父，您的心法呢？心法我都说过了，只要照着经文行事，处处都是心法。弟子愚昧，请师父指点迷津。你们只要记住，如果能了悟自己的心性，众生就是佛；自己的心性如果迷失，佛就是众生。我去了。